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奔跑吧，女孩”，那男孩怎么办？去旁边。男孩。今天会用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日是妇女纪念主日。那从第一章开始，你们会看到一个。好，那我们好。有没有看到三个女孩笑得这么开心？有。你应该问你身边的姐妹，好，你有多久没笑得这么开心了？我觉得女生真的是结完婚回家要管小孩，出门又要给老公做面子，那婆家呢讲话又不能太大声，那所以好多东西你集合安娜台语讲的吞了皮，就要把它憋在心里。可是我觉得我们都忘记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神。女生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世代里面，我觉得已经有被尊重的部分已经提高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内心的心理压力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把它交托给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我本来放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大家一定都会跟我说这好像是牙科的广告，每个人的牙齿都好白，但是我觉得是要提醒我们，你可以笑得这么开心这么灿烂。女生在这个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是怎么被看？女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女生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一个身份。那女生有没有被看低的时候？也有。有一个网络上有一个人这样说啊，他就写说这是女人。女人她怎么说？女人呢？她说，来，这个水汪汪的眼睛特别的吸引人。那有一个男生这样形容女生，有一天他们一起走在路上的时候呢，那个男生，两个男生就在对话，其中一个男生就跟另外一个 A 男说， A 男，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永远记得，女人的心肠比毒药怎么样还要毒，所以你绝对不要接近女人。他就想说， A 男就问他说，你是怎么了？他说，我失恋了。好，隔天呢，这个 A 男就看到那个跟他讲话的那个男生怎么跟一个女生走在一起，那他就跑去问那个 B 那个男生说，你昨天不是跟我说女人的心肠比毒药还要毒吗？为什么你现在跟一个女生走在一起？那个男生就回答他说，因为我真的失恋很痛苦，所以我想要服毒怎么样自杀。今天你怎么样看女生？在你心中的女生是怎么样的？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男生应该怎么样看女生。好，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里面的亚当说，女人是男中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男生应该怎么看女生？这是我的宝贝，要呵护她。那女人在圣经上，在新约里面怎么说？哥林多前书他说11:7，他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世代里面，当许多人觉得女生的地位好像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你曾经会遇到什么辛苦的事情，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神是怎么样看我们的。我们每一个女性都有一个很尊贵的地位。奔跑吧女孩们，我希望明年就可以变成冲吧女英雄。我觉得女生是一个今年5月20就可以变成冲吧女人，是一个神所造一个陪伴男生的很重要的一个人，是一个母亲，是一个妈妈。那我们教会里面，你可以看到教会的女生怎么样的服侍。其实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哎，厨房怎么这么干净？很多时候都是这些婆婆妈妈一起来服侍，一起来行动。那很多时候，人家哭的时候，只要去抱一下，女生去抱一下她，她就会哭得更严重。所以女生其实在神的创造里面，她有一个温柔的面向，她有一个爱的面向，有一个爱的传递。那今天我刚刚有说是一个妇女事工纪念主日，这是我们教会的妇女团契，有看到很多妇女们，这是一个教会很重要的团契。那他在1995年总会决定要有一个妇女事工纪念主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时期，是一个为妇女所准备的时期。那今天如果我们可以拿起周报，你可以翻一下台语的礼拜内容呢，你就可以一直看到有好多妇女团契，妇女团契有献诗，那今天的讲道也都是女生，诗会也都是女生，念圣经也有我们的会长，妇女团契的会长。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主日里面特别排那么多事工给妇女团契？第一个是要提醒妇女们，你们大家都可以出来服事。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一个女生，她能不能出来服事？可以。小女孩能不能出来服事？可以。中女孩，就是年轻人的女孩，可不可以出来服事？可以。年长的呢？70-80岁的呢？能不能出来？可以。所以妇女主日提醒我们，在这个多元的服事里面，妇女可以担任很多的角色，因为你们是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上礼拜在台语礼拜有讲到一个生命意义的部分，那这个礼拜我还想要再带你们来想一下，上礼拜我在台语分享过了，我在台语分享有两个人在吃早餐店，那两个人一看就都知道是妈妈，从坐下来吃早餐开始到我吃早餐结束，其中一个妈�妈大概叹气叹了5次，说冷难做，至少说了也有差不多5次。你觉得冷难做吗？你觉得做人很难吗？我知道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习惯压抑自己，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棒，我好像就是只能这样而已，我就是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所以我的限制就是这么多。可是其实我们都被我们自己的框框给限制住。有一个哲学家说，如果我没有去思考你生命的意义的话，那你活着会很痛苦。所以我那天就特别上网去查妇女的自杀比率呢，不是妇女，只要是女性的自杀比率是高于男生的3倍，是高于男生的3倍。可是如果以自杀比率来说，通常男生死亡的比率会比较高。为什么？因为男生都用比较直接比较很确定的方式，所以其实，但这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妇女在这个世代里面她一定有她的压力，所以她容易觉得她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那你怎么在这里面找到你生命的意义？这个人他是法兰克医师，他创造出一个意义治疗法。这个治疗法从哪里来？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非常的就是说当时的领导者希特勒他很讨厌犹太人，所以他就打算把犹太人全部都抓起来关着，想办法在监狱里面怎么样虐待他，不能吃不能睡不能喝，每天照3餐打。如果是你在那个监狱里面，你会有什么感觉？在那个监狱里面分成2种人，一种人呢每天被打他还是过得还是坚强的活下去，另外一种人只要想到今天被打了，想到他的生命可能要结束了，他会自愿说，那你把我拖出去打，然后让我赶快服刑，让我赶快死。所以有2种人，一种是就算他被打他还是能看见他自己的盼望在哪里，一种是他已经完全没有生命的盼望。这2种人差在哪里？法兰克发现这种有盼望的人，他们知道他们的目标在哪里，他知道他生活的意义在哪里，他可能回家好想看看他4岁的小孩，他可能回家好想看看他70-80岁的妈妈，他可能回家好想看看他漂亮的老婆。
所以当他在受苦的时候，他能很清楚知道他生命的目标跟意向在哪里，跟他想要做的达成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女生特别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时常找不到我们自己要干嘛，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受环境影响。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办法跟这个人一样喊出这就是我的生命？你的生命过得好不好？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我们这一生有一个最大的损失是什么？我从上次看到这个标题，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说出很多人的心声。我们这一次我们人生最大的损失是什么？就是活得像个没人爱的。你有觉得没有人爱你吗？你有觉得你过得非常的辛苦吗？神说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上礼拜我在台语讲的一个例子，有一个爸爸找一个牧师去看他的孩子打球。老实说，他的孩子的球技非常的普通，所以呢，在打球里面呢，三分球也投不进，两分球、插板球全部都拿不到，甚至他的球还一直被拿走。那个爸爸就都一直静静的坐在那边看他的孩子打球。等到快结束的时候，他的孩子怎么样？接到一颗球，做了一个动作，投进去，哇，三分球进了。你知道那个爸爸本来安静的坐着，马上抱着那个牧师说：“哎，那个就是我儿子，你看，你看他打得多好。”刚刚原本不好的都不在他的眼里，他不会去计较。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是一样，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棒，都是这么好。我们有软弱的时候，神会静静的在旁边陪我们；当我们做错的时候，神也不会计较你的错误。只要你真的愿意把你的心悔改转向神，神就接纳你。今天我们读的这一个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宝贝。这个游戏大家都玩过，你玩过吗？记录你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你是怎么样被创造的。那我特别选了一个我觉得比较不错的，先加入一点什么幽默感，再加入一点自尊心，放入一点人气。在我看 FB 里面，这是最棒的创造出来的一个人。好，那有些人被创造出来是怎么样？神在创造我的时候，一开始就不知道加了什么，第二次又又不知道加了什么，最后神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到底加了什么，然后就磕。在你的生命里面，神怎么创造？这只是一个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看见，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游戏。可是我发现在 FB 上面的时候，有些人被创造的好像很负面，可是你知道他在底下留言什么吗？他说好像真的跟我好像，神就是这样看我。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这样被看的吗？你的形象真的是这样吗？错了。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神怎么样造我们？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而且呢，派你们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的活物。所以今天你的地位是刚刚看的那样，神随便乱造吗 ？No， 神给你按照他的形象造你，你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人。所以你要去想，你到底是谁？你的生命里面有神的形象，有上帝赐福给你，而且他托付你一个很大的责任。这三点不是听听而已哦。有一个妇女，她上天堂的时候，天使问她几件事情。天使问她说：“你是谁？”她说：“我是市长的妻子。”天使跟他说：“我没有问你说你是谁的妻子。”他说：“你是谁？”他回答天使说：“我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他说：“我又没有问你是谁的妈妈。”他说：“你是谁？”说：“我是老师啊。”好，这时候就开始不知道要回答什么。天使说：“我没有问你做什么职业。”他又问他一次说：“你是谁？”
他忽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我告诉你，我每个礼拜都有奉献，而且我都有帮助穷人。”这时候天使只跟他说：“你还没有发现你自己是谁，所以你还不能来这里。”就打发他回去。回去之后，这个妈妈一直在想说她自己是谁。后来她把所有的身份都拿掉的时候，她发现她的身份被很多东西给束缚。今天我是一个妈妈，所以就算我想出去放松一下，我想出去做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一个妈妈，所以我非得要被限制在我的孩子里面。我做的再怎么不快乐，我都没有办法让我自己放松一下。今天我是一个老师，所以我必须要板起我的面孔，小孩子不乖就是怎样打下去就对了。可是我心里非常爱这个孩子，我从来没有跟这个孩子说过我爱你。他的身份完全被所有的东西给限制住了。今天在你的身份里面，你有发现神给你的生命的形象是什么吗？你有被你生命中的限制给限制住了吗？妈妈这样看我，爸爸这样看我，老师这样看我，你有发现神怎么样看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他要给你做的特别的事情？你可以做一件很大的事情，特别是妇女们，在我们知道以前的生命看我们的眼光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在一个很辛苦的世代里面，耶稣基督就跟女生有一个很棒的谈话，甚至安慰他们，甚至带领他们，甚至跟他们有分享、有对话、有连结。同样的，今天神也要跟你有一个很棒的祝福，是你可以跟他分享、跟他对话、跟他有一个很好的连结。所以神创造我们的心意没有改变，而是在你自己能不能彰显这样的荣耀出来。有一个澳洲的第一个传道人，一个女生，她说她从小就被说花姐你是糟心啊，你是女生，你就是不重要，你就是二等公民，那所有的重要的事情呢都没有她的份。要吃鸡腿有她的份吗？没有，当然是哥哥先吃。要做一件好的事情有她的份吗？没有，当然是男生吃。所以他说他的身份里面，他就一直围绕着这样辛苦的想法，一直到他长大发现神给他一个很大的呼召，他整个翻转。今天神也给你这样的呼召，你有没有开你的眼睛去看见？所以我要特别鼓励女生，你们能活出你自己的特别的地位，能活出神给你的专长，能活出神给你的创造性。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皇后，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莫迪改去告诉他说，你今天得了这个位分，不是按照就是照着今天现今的机会吗？神也给你机会，神也给你一个呼召。其实莫迪改丢这句话给以斯帖的时候，他是丢一个疑问句给他，要他自己去想。今天神也丢一个疑问句给你，焉知你今天得了妈妈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不知道你今天得了女生的这个身份，不是为了现今这个机会吗？所以这个疑问句给了你，你也一样可以去想。后来他请所有的人为他祷告，同样你也可以请所有的人为你祷告。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大家也常读。那在这里面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他生命的自信。上帝把我放在这个地方，到底对我们有什么？他想要怎么样用我们？他到底想要用我们什么专长？所以盼望在这个季节里面，在这个主日里面，女生们可以去想，男生们也可以去想，神对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意？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祝福的开始。因为神给你放在这个地位，他就会给你有这个恩典，有这个能力去带领人。旧约里面有很多妇女，她们做了很多事情，以斯帖、路德、摩西的妈妈、挪亚的妻子，这些都是女生，她们都做了很多荣耀神的事情。同样你也可以做很多荣耀神的事情。最后我要用两个
故事哈，来作为今天的结束。第一个我要介绍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德雷西亚，她的收录放在布永康的一个《烈火神机》的 一本书里面，她有这样记载。她说这个德雷西亚，她是一个很有恩高的女传道人，那她从小她就自愿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传道，所以她最想嫁的人就是牧师。如果看到牧师，她都觉得，嗯，如果我可以嫁给他，我也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她从小就在这个生活里面，一直想说，我以后要成为传道人，那我要嫁给一个牧师。长大之后，她真的嫁给一个牧师。当时她的爸爸妈妈非常的反对，因为她觉得她的女儿不适合嫁给她。可是这个女孩子，因为她对神有梦想，所以她一直觉得我就是要嫁给这个牧师。他们结婚了，跟这个牧师结婚了。十二年后，他们离婚了，因为这个信仰并没有改变这个牧师。那离婚之后呢，这个德雷西亚他不敢回去，而且离婚对一个牧者来说，对一个传道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光荣的事情，所以他也不敢讲，所以他就都不敢回去。那后来他一直觉得，他知道神没有拒绝他，可是他想安静他自己，他就沉默了一段时间。有一次他就参加布永康的特会，在那里面布永康牧师为他祝福祷告的时候，他就得着一个很大的祝福，还有传福音的恩赐。他就开始决定，他就跟神祷告说，如果你让布永康牧师有10万个灵魂得救，那请你让我有100个人的灵魂可以得救在我身上。他就开始去办布道会，第一个礼拜来了17个人，第二个礼拜来了55个人，第三个礼拜来了107个人。后来他的人就这样一直增加，他又去办了2000人的布道会，来了4000个人，借更大的场地之后办了5000个人的布道会，来了10000多个人。一直到他有一次聚会的时候，他传福音给20万个人。今天神为什么会在一个妇女的身上，甚至是一个离过婚的妇女身上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布永康牧师说，他祷告神，为什么你会用一个这么婚姻破碎的人来做这么大的事情？神告诉他，在每一个软弱的器皿上面，都可以为我做荣耀的见证。今天或许我们觉得我们软弱，但是你可以为神做一个荣耀的见证。最后一个例子，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女生发起的一个蓝色缎带的运动。这个缎带上面告诉每一个人说，你可以做什么样不一样的事情。那这个人第一个人就会拿3条传给下一个人，跟他说，你剩下2条，请你再传给另外2个人。其中一个女生拿了，她想到她的上司很严肃，非常的严肃，可是她觉得她的上司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她就把那个东西，其实她不太敢跟她的上司讲话，但是她知道那个蓝色缎带提醒她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她就把这个蓝色缎带传给她的上司，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告诉她谢谢他在他工作的这段时间陪他很多，帮助他很多。那个上司拿到的时候很开心，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怎么还会有人想要送他蓝色缎带？这个上司呢，就想起他的儿子，因为他每天都很努力在工作上面，所以他都没看中他的儿子。回家之后，他就把另外一条蓝色丝带拿给他的儿子，拿给他的时候跟他说，谢谢他这么乖，然后没有让他担心。他儿子拿到那一个缎带之后，马上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跟他爸爸说，你知道你已经好久没跟我讲话了，而且你再不跟我讲话，我真的预备再过不久我决定我要去自杀。所以这个蓝色缎带，一个爱，一个做不一样的事情，让一个家庭改变，让一个人的心软。同样的，神今天也给你一个呼召，你可以做什么样不一样的事情。女生是一个被神看为尊贵的，
是男人的荣耀，鼓励你们在服事上面可以更多的站出来，在你的家庭里面可以更多的为主来服事。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题目，奔跑吧女孩们，神会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今天的回应诗，在我们的周报第九页或者是在我们的 PPT 上面。这首回应诗是爱中相遇。你跟神有多久没有在爱中相遇？神呼召你成为一个妈妈，成为一个女性，成为一个女孩子。神要在你生命中做什么奇特的事情，什么特别的事情？我想我们可以把自己献给神，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爱中相遇》。
那我问他说，你每天跟神亲近多久？他跟我说，他觉得亲近神是一件很耗费时间的事情，所以他都没有跟神亲近。我鼓励他说，请他每天读一节圣经，或者是在起来的时候做一个祷告。那后来他跟我做了一个见证，他跟我说，当他这样做一两个月之后，他发现神有听他的祷告。我跟他说，神听你的祷告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更多的认识神。所以他现在就都有固定来聚会了，以前他的聚会是断断续续。那我很感谢神，让我们的华语堂在这边有提供不一样的语言。我们欢迎所有不一样的语言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那我相信神，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语言，你在敬拜的时候，你都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我盼望你们来到这个地方，你们已经花时间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们就要更多的跟神亲近。坐在这里，就是把你的重担交给神，把你的压力交给神，把你自己交给神。回去之后，每一天也花一段时间亲近神，你会发现你跟神是能在爱中相依。祝福你们，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歌。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依。
当我们的生命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喜乐。但是主，你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愿意花时间来到你面前亲近你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爱中相遇。你不仅是我们的阿爸父神，你还是我们的良人，是我们的恩友。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要全然交托给你。主，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他们得着神的祝福，看见神你给他们的目标，就让他们这样去行。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